我开了。晚上好，排练完了。晚上好，排练完了。晚上好，谢谢卡酱的奶茶，谢谢。晚上好，谢谢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的奶茶，谢谢多喝水喝热水的奶茶，谢谢牛奶小布丁的奶茶。我可能没有办法多大声的讲话，今天就是一个如标题所示比较憔悴的状态啊。我尽量化了点妆，让我看上去不那么憔悴。晚上好，觉得这可能是我直播有史以来最就是看上去无精打采的一次了。嗨，不是困是难受。谢谢多喝水喝热水的奶茶，谢谢。你好，你的 ID 看着有点像一句歌词。其实不是嗓子的问题，就是今天身体不太舒服，但是答应了大家要播，所以不想割。那今天就要让大家看着少女偶像来织个围巾。虽然嗓子可能一直以来都有一点小问题，但是小问题不担心。真的就直播织。我还挺担心的，万一我织错了怎么办，对吧？就感觉睡了一觉，我已经忘记该怎么织了。晚上吃饭了吗？吃了一些。是这样的，因为我织着织着改变了针法，所以如果问的话，就是我创新了，我先进了，对。这是围巾，没有想到吧？给大家看看成果，这么长了，而且花色还会有变化，中间这一段会比较舒服一点，我觉得，哇，这个东西最开始织的时候织的我指头方便面，什么？怎么有人说是方便面？太过分了，方便面怎么会如此雪白？真的很像方便面吗？对呀、啊，看起来很暖和，确实很暖和。用的是冰条线嘛，这个线很出名的，就是很适合用来织围巾啊。是啊，围巾的形状是这么来的，很神奇吧？我之前也是，不知道可以用这种玩意儿。然后它需要一个一个拿这个钩针把它挑过来。每一针都要这样挑刺，然后如果它勒得太紧的话，挑的时候还会比较费劲。只有一个颜色吗？现在织的是白色的，有别的颜色。人类早期驯化羊毛是吗？没错。第一次看到不是两根针织的围巾是吧？很神奇，我也觉得。晚上好，这已经是第四次返工之后的结果了。我觉得这段线已经被我驯化的差不多了。有的时候线比我还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很不耐烦。谢谢君谦的奶茶，晚上好。敬业的女红生活，七夕乞巧了吗？七夕是不是早就过了？我七夕好像没有乞巧，我七夕跟大家一起怎么过的来着？我要是没记错，我是不是七夕是怎么过的呀？有没有人提醒我一下我的七夕是怎么过的？这样编就会容易学会吧？是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棒针的那种对我来说容易学会一点。这个东西我转脑筋还转了好久呢，在直播公演啊，和大家一起过的七夕做了个灯。乞巧的话会有手工制作加成，那我好像没有，今年没有乞巧哎，但是我前年乞巧了，不知道会不会看在我是过期会员的份儿上，然后给我网开一面，稍微有点 buff 加成。对，这个有教程，我照着教程学的。
我自己一开始没照着教程，就很痛苦。你好，怎么又发小眼睛呀？谢谢心仪的荧光棒，谢谢，好久不见，又见面啦。我觉得这个支起来就现在如果熟悉了就还好，就是要算算帧数，因为我不是换了一种花色嘛，中间换了一种花色，所以我要算着帧数再把花色换回去，这样两头是一致的，这样的感觉。我用青春汗水去捡欧魂。晚上好，我想预定一个什么？定一个什么？谢谢五国寒的狗腿子的荧光棒，谢谢。好了，你看这样子，两排的钩针全部都勾过来了。之后呢，就要手动把它们按下来。谢谢阿泰的玫瑰花。这样，对，预定一个围巾。围巾是403号的冬季屋子奖励。对的，这个是之前跟应援会。已经商量过，也发布过公告的啦，可以去关注一下公告那边。哎呀，就是这个物资啊！这种围巾好适合女孩子，是吧？但是如果换个颜色，我觉得对男孩子来说也不错。晚上好，我真的想教会你们织围巾啊，对不对？因为你们又……不行，我再说下去又涉及人身攻击了啊！有些人又要觉得我涉及人身攻击了。你们又没有对象。我不教会你们，谁来教会你们？谁给你们织？是不是？除了我能给你们织织，哎，每次真的是别教了，学不会。对象打你也行吧，你看看。谢谢宇宙运营方的三杯奶茶，好久不见宇宙运营方，这是我取的名字耶。我还在鼓励粉丝谈恋爱嘛？我鼓励大家勇敢的体会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美好的情感，比如说对吴博涵的喜欢，对吴博涵的，跟吴博涵在一起的喜悦，然后跟吴博涵一起经历成长的各种各样的阵痛，和吴博涵一起，总而言之，跟吴博涵一起就没错。对对对，是这样。谢谢悠悠离哥的奶茶，谢谢。哼，别念了，有吴博涵就够了。哇，好甜！口袋新活动嘛？什么新活动？说起来，我刚开直播的时候，它不停的页面上面蹦出来什么蛋，那个蛋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蛋是什么东西啊？现在开始我不打报到鱼了，7/4号不打报到鱼了吗？嗯哼，可以可以休息休息呀。啊，就是想让它织紧一点，不透风一点，就得用力一点。新活动彩蛋有礼，你刚说我什么？谢谢三丁包子的奶茶，谢谢。要翻牌？什么东西啊？谢谢董大师的荧光棒，谢谢。谢谢。谢谢刘志敏、卡丽娜的巧克力，谢谢。小心哦，好的。你是网上学的还是之前跟妈妈学过？我妈妈要是知道我拿这个东西织，她会嫌我，她会嫌我怎么退步了。之前织围巾我会用棒针织，是跟妈妈学的，但是很早之前了。然后，这个织起来据说是比棒针快，所以最近在尝试这样的织法。这是围巾，这是在制作围巾，在制作物资，冬天供给宇宙飞船403号的一些物资。对，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还。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干什么来着？直播内容好丰富，谢谢。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丰富，主要是大家给了我一些丰富的借口和理由。
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做这些事情就都会觉得啊，没有意思，也就不过如此吧。不过感觉不管什么事情展示出来，你们就都会觉得很神奇，这样的感觉还挺开心的。特殊公演排练都搞定了，对我来说的部分算是搞定了吧？啊，还没有，我们还有一首大歌没有排，然后明天要排，还有一首大歌明天排。Unit 的部分今天晚上搞定了，感觉好像妈妈在勾毛线拖鞋，有人把我妈素了啊，注意一下。直播早就定了嘛，神，我特殊公演曲目是什么？直播定了，说来我听听。嗨，好久不见。每条围巾要多花多久时间？我还没试过，这是第一条。第一条从昨天下午晚上开始织，到现在有了三分之一了吧？我觉得哦，不到三分之一，有了四分之一了。这么的话，我觉得四天能有一条。如果每天都是花这样多的时间的话，四天能有一条。女王殿下，家里生着病还要去约练习室，哦，是，因为他这次 unit 的机会其实挺好的。我问过他说要不要休息一下嘛，实在不行就休息一下，还是，但是机会还是不想放弃。什么被刺小五了，怎么又破防了？是吗？谢谢魔法少年王睿智的乔迁的奶茶。魔法少年王睿智，你的头像我似曾相识。谢谢一加二等于三的巧克力，谢谢。晚上好，给大家看看这个游戏。这个毛线摸上去确实很舒服。谢谢起来不吃辣的荧光棒，而且这种毛线好像还有那种就是颜色相间的，但是我觉得那种就一般吧。谢谢窗帘的奶茶，因为那种颜色相间的感觉有点花花的，而且是有点脏脏的那种花，不是很喜欢。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谢谢。小五在这里，什么这是在贤妻良母？是吗？有甩面条那味儿了。是的，我跟你们讲，我们山西人甩面条很有一手的。上一次我们去海底捞的时候，海底捞那个甩面师傅，然后大半夜的时候说就剩最后两条面了，送我们。我说前半你是哪儿人？这里是走吧。然后，谢谢心仪的荧光棒，谢谢五官的狗腿子的巧克力。然后他说他是陕西人。我说，那这方面我们可以 battle 一下。我是山西人，我觉得我们做面也不会太糟糕。我妈以前织毛衣只有两三根细棒，是啊，现在织毛衣道具可丰富了，网上还有那种一个圆坨坨，然后转转着毛线就出了，帽子就出来了，好像说什么很快就能织成那种东西，很厉害的。人类科技进步了是好事嘛？对，是在做围巾。刚看完，怎么那来了？圆坨坨那个我见过，是吧？对，圆坨坨，大家可以搜一下，什么织毛衣神器啊那种的。山西花模，一直想见识一下。哦，这个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这也不是盲区吧？就是我会吃这种模，我会吃啊，我不会做。如果你想看我吃的话，我可以让我妈寄一个过来，下次直播吃给大家看。对，是用很粗的木枕，这个的话应该是很粗的木枕，以前有给我妈缠线缠成一个球。是，谢谢 GY 回收过去的玫瑰花。山西还有醋，我们的老陈醋很好喝的，就是世界就是中国有四种醋是很有名的，其中只有老陈醋，另外三种是什么我忘了啊，不是拉踩，就单纯的忘了，脑子不太好使。但是老陈醋，只有老陈醋是越放越香，越放越香的。对，我没记错吧？谢谢尤里哥的奶茶，谢谢。哇哦！谢谢师生的奶茶，谢谢。对，镇江香醋是有这个。小五是要给谁支啊？小五是要把这个支，这个是金曲的奖励呀。给大家的奖励，镇江香醋。上海最常吃的是什么醋？
握手会送醋，你们想的话，我们可以干醋，握手会干醋，就是拿那种一次性的小纸杯，然后给大家倒一点，我倒一点，然后我们干了，怎么样？你们想的话，我们14号握手会干醋，还有四川的什么？这个字念什么？握手现场表演吃醋，对啊，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啊，行，太好了。上海对，上海人辣酱油，但是重庆的话，怎么就大可不必了？浪啊，浪中醋对，但是我跟你们说，朋友们，不是啊，醋吃这个吃醋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延年益寿。你们怎么都这么抗拒啊？醋是好东西，延年益寿，对，醋很好喝的，要抛开有色眼镜。别的笑像发糖，你发醋礼貌吗？这有什么礼不礼貌的？这不是事关礼貌啊，这是事关产品差异化。我们要走差异化路线，对不对？你看，能带饺子去吗？可以，大家带饺子来，我给大家带醋。上次我给大家剥橘子，这次大家带饺子，我带醋。我总觉得我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莫名其妙。我最开始给大家说要拼醋的时候，完全没想过饺子吧？是你们自己说要带饺子，对不对？就很奇怪，我老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搞一些跟公司有关的玩意儿，我真的没有那么敬业。锅贴行吗？行，煎饺也行，蒸饺也行，你们带什么都行，反正我只负责提供醋。以前还在握手会吃过饺子，可以呀、啊。那14号握手会给大家发饺子。但是饺子有些人有些馅儿又不吃，对吧？有些人不吃韭菜，有些人不吃玉米，对吧？哎呀，所以就很担心呢、啊，朋友们很担心，你们太挑食也不行。小五，你接针线活吗？针线活啊，我一般般。你的封面为什么是公式照？今天心血来潮想放公式照了。就是说，人总会有一些心血来潮的时刻，对吧？14号不让带餐饮进场啊，这样，那看来只能我来给大家带醋了，大家就把醋这个，就只能让大家把醋带回去。谢谢阿泰的玫瑰花。那你微博头像也是吗？微博头像可不是一时兴起，微博头像是公司的要求。双十一心血来潮了吗？双十一没有，可以带干粮，因为附近没饭店，差不多是这样。突然想拿衣服去握手会，让你帮忙缝。原则上说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不行，只是我个人技术啊，我的技术可能不支持缝衣服，这是真的。就是而且啊，你想象一下，我一边低头缝，然后我一边满头大汗，你能看见的只有我出了很多挂满了豆大汗珠的额头。这个握手握的是不是感觉很没有意义，很没有价值？谢谢宇宙一方的6杯奶茶，谢谢。嘉兴路醋王是什么东西？哎，上次有人还说呢，说14号地方很偏。我说那这样子的话，我给大家带馒头和榨菜吧。之前不是说我把自己腌的酱黄瓜带过去给大家吗？结果后来酱黄瓜夏天到了放不住了，我就把它扔了。既然这样的话，下次我给大家带这个什么馒头、榨菜是吧？宇宙一方晚安。好好睡觉哦，学习加油。收百握缝衣服，我不理解你这个百握用来缝衣服，这个衣服你要穿一辈子吗？这是要，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啊！来，大家你们可以说说看，你们觉得百握应该用来干什么呢？你们觉得百握应该用来干什么？应该用来写作业，好，说得好。14号小午饭庄快闪开业，没错，用来整活，用来大眼瞪小眼。百握连个袜子都缝不完。百握是什么的简称？百握应该是100张握手券连起来用的简称吧。百握排队去吧，帮我拍作业吧。14号我不在，但是我的爱会在，心跳卡，哇哦，开心。但是人不能在吗？小五帮写作业，可以，只负责写，不保证对。老师如果出错了，就你担着。用来换合签，笑死我了啊！
有答案，什么答案？今晚准备买啥？今晚是什么日子啊？今晚双十一补尾款的日子吗？啊，对哦，11号了，可以开始补尾款了，朋友们。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要吃土了。刚刚还说给大家发馒头加榨菜，现在看来榨菜也不用发了，发个馒头拉倒吧。以前是每个人一人一个馒头，然后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你们提醒我了，一人半个馒头吧。对。尾款已经拍到了明年5月，这么多东西，我也没买多少啦，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主要是要趁着这个时候多买点冬天的衣服，不然握手会没有衣服穿着见你们。谁知道这个冬天我还要见大家多少次，对吧？伙食标准瞬间下降。放心，我这边醋还有调料是管够的。你如果嫌半个馒头不好吃，我可以给你半个馒头的左边倒点醋，中间倒点酱油，右边倒点老抽，然后呢？你知道有一种这个冰淇淋叫三色，叫什么？三色冰淇淋，比这个馒头叫三色馒头，牛的。我在思考要不要去见你，想见就见。上次在青岛没拿到馒头，放心，上次青岛我就没发。对，三色杯，你现在这个叫酱夹馍，三色酱夹馍。可以，有空一起干醋，好啊，有空一起啊，有空一起。换了新手机，见不起吴国涵了，走了。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好吧，没关系，有你的新手机，多见见吴国涵也算见了。相见，很想见，就是还有点生气。生什么气啊？你生你自己的气吗？别生气，气坏身体，无人替，对吧？能加一个火腿吗？没肉不开心。火腿，我有什么气？有那什么生的？不准随便生我的气，这叫脏我。加一个火腿啊！我思考一下，加一个火腿也不是不行。百卧吧，百卧的话就给你额外加一个火腿，因为到时候公司估计也跟我们说，我们也没饭，到时候就让我们带一根，就给我们一人发一根火腿肠。如果你到时候百卧的话，最后来见面的话，咱们那么长时间，你看着我吃，那不也怪尴尬的？那我就只能给大家掰了，不是火腿，确切的说是淀粉肠。我给大家掰一半，我公司发给我的淀粉肠，我们分着吃，好吧？不然我觉得我们大眼瞪小眼的，多尴尬呀！等你看完翻牌，你就知道了。啊！你这搞得我很想现在立刻马上，但可惜看不到。小偶像应该有盒饭吃的，何止有盒饭，还有河粉吃呢。我上次握手会，公司说自己点，就后来本来说没饭，后来去了之后跟我们说可以自己点，然后菜单上一看有一个东西叫什么牛肉河粉，我就点了。那河粉好好吃，我的盒饭能给你们吃吗？如果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出发呢，是不太建议的。反正去还是要去的，我只是一个想见小五的卑微小零件罢了。真会说话，让我看看翻牌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值得起我今天晚上这么被阴阳怪气。哼，小零件一人吃一口，自备筷子，谢谢悠悠离哥的奶茶，谢谢。河粉不顶饱，河粉顶饱的，河粉顶饱的，河粉很顶饱的。河粉又包括水果、橘子，又包括面点、饺子，然后还包括你要是出远门的话，还会给你准备大笔。河粉很顶饱的，很顶饱，很顶饱的。大家不要小看河粉，我吃过，没吃过。河粉有点干啊，心疼河粉。心疼一些干河粉，不是那个月字旁的干河粉啊，河粉辣椒酱，每吃一碗河粉，下午就少一批粉丝。河粉是春风吹不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啊，还春风吹不尽，感觉小五阅历挺丰富的，见多识广，没有吧？也没有。也没有，我其实挺普通的，不管是说什么阅历还是什么，没有了，也没有。我波涵粉丝已经减二，今天发完货两个人人没了。明天太阳升起之前会继续加二吗？会，太阳升起之前能加二就好。昨天玩滑板差点摔断腿，怎么做到的？
这太危险了，就是带护具，就什么话题都能聊得上。其实，哎，这一点的话是有一点，因为我妈一直说我，我妈就是我小时候，我妈不是在医院当那个护士长一样嘛，角色嘛，对吧？然后他们科里的护士啊，都生孩子了，然后但是生的都比她晚，然后我就是姐姐，他们就都是一群弟弟妹妹，然后医生们的儿子和女儿又都比我大，然后我就成了中间的那一个，但是我跟科室里面的所有小孩都玩得来。我妈说她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我已经11、12岁的一个人了，我可以跟3岁的孩子在那块捏泥团，然后互相砸来砸去，然后就是孩子王，我不理解。对，承上启下，很承上启下。因为你是小朋友，我才不是小朋友呢。我那会已经不是小朋友，我很成熟了。知道我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玩吗？因为我知道妈妈要跟他们的妈妈说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要在里面闺蜜聚会，所以我给了我这个艰巨的任务，拖住他们，不然没一会儿就要进去哭着找妈妈了。我不是3岁孩子啊，我才不是3岁孩子，但我确实干过那种，对，就很幼稚的事情，确实不少。因为那时候就梳双马尾，哎，没有，哎，这个真的没有。我跟你们讲，我人生当中几乎没有梳过双马尾，这是真的，几乎never ever 双马尾，真的是从来没有。然后就是进丝袜之后才双马尾的，真的。姐姐，我才3岁，要抱抱。不行，我们这个3岁你也得交券儿，3岁你也得交券儿。你让家长来交个券儿，我就抱抱你，好吧，乖。2岁不行，2岁也得交券儿。这个团那么多人，也没几个搞过双钻头啊！我不理解为什么讲我是双钻头。哎呦，天呐！我当时就应该一个愤怒，我当时就应该奋起拿我的双钻头。把整个剧场夷平，姐姐，我3岁可以砸泥团吗？不可以。小5、13号的站位通知了吗？13号的站位应该没变动，应该没变动啊，应该没变动。对，之前还真看到过家长抱孩子来握手会的。19在吗？不知道哦，19和21都不确定。对，还是 S 多一点。哦，我把这个弄起来了。我上一次握手会的时候，就是上一场嘛，万圣节那一场。然后我队列空着的时候，有2个小孩，然后被家长带着在那个队列的尽头，然后再往这边看。然后因为看到我这没人，然后我又穿那种很亮晶晶的衣服，他们就很有兴趣的感觉。然后就问家长，就是拽着家长想过来，然后我就戳戳，对，就戳戳，然后他们就真过来了。结果旁边 staff 阿姨拦他们说。说有券吗？然后家长马上就敏锐的感觉到了，他们虽然不理解什么是券，什么是票，但是他们可以很敏锐的理解到，他们可以很敏锐的理解到这是要钱的意思。然后那2个家长想带孩子走，然后我说且慢，我就给了他们2个糖，虽然没有券没有票啦，但是对，糖嘛这个东西，给小孩子玩玩啦。主要是我觉得，就算被赶走的话，他们长大可能会对 SPA 有阴影，对吧？你不如给个糖，说不定你今天给的是2颗糖，明天要收获2个单推王。当然，他们估计不会成为我的单推王。我搁这种树呢，是啊，对啊，你怎么，对吧？今天只给2颗糖，明天收获2单推王，这叫运筹帷幄，千里之外。说不定我跟你们讲啊，说不定这个，哎呦，等一下，深谋远虑是啊，就说不定，你们记得水水说过吗？他要集选建制第一来着。他要集选建制第一来着，
十八选，是吧？说不定呢，朋友们，说不定呢，不可能这么轻易翻车的，说不定呢。你看啊，就是这就是为十八选水子哥这个什么的一个助力，对，就是十八选这个宝座一定是绿色的，然后追根溯源是因为现在是几选啊？八选九选，是九选吧？八选七选八选，朋友们，刚刚过去的这选是几选啊？八选，嗯。追根溯源都是十年前的握手会上武汉发出的那两颗糖改变了十年之后的宝座的颜色，哇，真帅，这种话我们想想就行了，也不要大家也不要去查监控啊，也不要去找那两个孩子，就让他们自由自在茁壮的在成长，如果有一天他们走过一条河，他们看到这河水非常清澈，他们就会跳下来，不用着急，在树苗长成之前我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当然，我发糖变成了蝴蝶效应。当然，如果到时候他们俩变成了什么新人跑进来，然后十八选的时候开始争夺什么位置，那就不关我事儿了，那就跟我无关。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认的，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对，那就出大问题，这合理吗？嗯，还挺合理的。虽然按照他们俩当时那个年纪，那两个孩子我估计就四五岁，十年之后十四五岁，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争夺的有效可能性，因为他们还不能开直播呢。他们十四五岁，他们就算是十年之后入团，他们也还处在一个暂时不能开直播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不足为虑，不怕。当你给出单腿王收带的那一刻，当年的小孩说出当年的故事，就是姐姐，你还记得这颗糖吗？他手中握着一颗微微发黑的糖，因为每一次看到吴国涵都太激动，一直在出手汗，所以糖已经发黑了。你们这个问号打的就很有意思，不允许糖发黑吗？十年后这颗糖碳化了，塑料袋已经风化了，糖也碳化了，是这个样子的。黑糖变成了黑糖玛奇朵，说得好啊，这倒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思路，只能看到模糊的几个字阿尔卑微。不，我买的糖可不是阿尔卑斯的。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在织毛，差点说成在织毛，我已经说成了在织毛巾。不是织围，不是织毛巾，是织围巾，不是织毛巾，是织围巾，织围巾，在织围巾，对，听我解释，朋友们，是织围巾。十三号特殊公演时间会不会偏长呢？该不会吧？不确定耶，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因为都没有多出什么节目啊，大家都是正常的时长，正常节目。是我们的错，是我们引导你的，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错不错的？这围巾自己用还是送人的？也算自己用，也算送人吧。你没有就等于是我自己用了，这个东西也不算，对。担心积不了涨，应该不会。这个围巾年底大用处，特殊公演积尾云直接甩起来了，太好了。那我跟你们讲，我要是看到这个围巾出现在别的任何队的公演上，围巾的持有者将被我暗杀。我每个围巾的花色都不一样，我每个围巾的花色都不一样，每个围巾的末尾都会织一段不一样的花纹进去。到时候如果让我看到啊，
有些人拿着这个围巾跑到了不知道其他的任何一个队的公园上去，甩的那叫一个起劲儿。我到时候就把这个图片逐渐放大，然后看看末尾的花纹。我说哼，哦，原来是给那个人织的围巾。为什么知道？因为这个花纹只有在那个条围巾上拥有。这个围巾给了谁？跟约会一核对，好啊，原来是这个人。哼，人家甩毛巾，你的粉丝甩围巾，没事，我去 A5。那我就只能，那怎么说呢？那就挺难的了。那我只能跟之前的这个，那我只能跟那边的人说一声，说你们这边允许政治引渡吗？我想把他引渡回来审判一下，请 A5 那边把这个转交一下。对，把这个犯人转交一下。谢谢月姬的奶茶，申请引渡，把他引渡回来进行审判。谢谢月姬的奶茶。嗯，我觉得这个白色围巾就挺适合女孩子围，它就是有点。多少是有点宽了，为了织太宽了，对，所以我中间真正接触脸的部分，我打算织窄一点，能看出来吧？它变窄了，现在。对，谢谢月姬的奶茶，谢谢狗腿子的荧光棒。下午直播到几点啊？直播到你们离开我的点钟。我知道，今天晚上你们都会离开我的。围巾里不会装了定位器吧？摄像头也没必要，摄像头没什么好装的。嗯，不过确实。装了摄像头和录音笔，然后每次我一看到说有这个握手会要开始，我马上就在我这里打开所有握手会和录音笔的开关。你到时候去围这个围巾见了哪个小偶像，然后跟他说了什么话，哇，一清二楚。不离开你今晚嗨起来，你们肯定要离开我了，你们要去交尾款，你们要去交尾款，你们要去交尾款，我知道的。没事儿，我不介意，因为我也要离开你们。都付完了啊！哎呦，我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小五买东西了吗？小五买了袜子，就是剧场穿的黑袜子，不够了要补货，然后还买了什么东西来着？剩下都没有是尾款的了啊！买了那个化妆品。化妆品，然后还有就是衣服其实本来可以双十一之后买的，衣服可以双十一之后趁双十一买的，但是因为握手会要跟大家见面，我寻思还是得穿新鲜一点吧，对吧？毕竟是对，就这种握手会嘛，就要给你们新鲜感啊，不然有些人到我跟前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跟你讲，我已经见识到了，有些人太熟了，跟我熟到什么程度，坐在我跟前堂而皇之的，别误会，他不是在看沙漏，他是在看别的小偶像。我不理解，请问我面前这个位置是摄影位吗？是 VIP 吗？很合适是不是？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14号来不了，明年见。嗯，好吧。还谢谢提醒。你不如直接踩他一脚。我踩了，我上一次直播说过吧，对吧？我踩了，然后人家拍了拍，人家说着没事儿，但是很介意的提起脚跟来，高贵的拍了拍，太过分了，不像我只会偷偷看。对啊，紫头发的 staff 姐姐好好看，那天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上一场公演，总比不跟你聊跟 staff 聊好。不，这种不跟我聊跟 staff 聊，有种可能是他替别人玷污，对吧？2.5小时跋山涉水去握手会，辛苦了。是这样子的，朋友们，就是我上一次公演的时候，我们跳那个3:0的时候，然后我跟林佳怡还有王一柳不是坐在三个人坐在后面嘛？第二段主歌我们唱歌之前，然后林佳怡这样凑过来跟我说：“那个姐姐的发色好好看。”我说：“对啊，对啊，对啊，别误会，因为前排就那一个姐姐，对，就是那个 staff 姐就那一个。”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小偶像后场都在想些什么，那个紫头发真的很好看。走进来电话直接给 staff 跟你聊天拖时间。这是什么反向的？对，主要有的兼职 staff 挺好看的。是啊，有的兼职 staff 哇，给我气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我打扮的漂漂亮亮辛辛苦苦的，然后第一次在剧场握手会，旁边一个 staff 只露出来一双眼睛，
然后赢了。怎么说呢？我的女粉进来跟他开玩笑，开了很久很久很久。佳一前面夸小五拍照水平很高呢，哇，真的吗？那就好，因为也还行，也还行，也还行，也还行。我们俩之前照片，因为有好多合照，主要是他好看了，怎么拍都好看，就很方便。对，赢麻了。兼职 staff 说：“博涵姐，博涵姐还好啊，管我没有那么过分，管我没有那么过分。上次我跟青青出去按摩的时候，上次我跟青青出去按摩的时候，就那天我们上完舞蹈课嘛，然后腿不是特别充血，然后我们去按摩的时候，然后那个按摩的 staff，那个按摩的 staff。”这就是思维合化，甚至你见到这种操作，让小偶像掐表，然后跟 staff 聊，哈？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按摩店给你按身子的这个阿姨吧，就叫 staff，然后完了问我们你多大，然后你们上学了吗？工作了吗？就是他会问很多你很私人的东西啊，然后我不想回答，所以从某一个时刻，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每次去到这种地方，然后他问我你多大。我就会说，我14，我16，就是这昨天他问我的时候，我说，布洛芬吃了没有？但是我用了青青之前给我的一个那个暖宝宝，已经好很多了。对，很多人喜欢尬聊，但是朋友们，这尬就尬在啊，如果我说了我这个很多真实的信息啊什么的话，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挺尴尬的，对。因为之前有过，最开始我第一次去按摩店的时候就有那样的经验，他误把我误以为我14岁。如果是小城市的话，你就会遇到什么？对，我第一次去按摩店的时候，我说我14岁，然后我隐瞒了我和我同行的朋友们是女大学生的事实，然后那两位技师阿姨跟我们宣扬了一整2个小时，都在跟我们宣扬上大学没有用，早点出来学个按摩，然后还可以经济独立，还可以养老公，老公也不敢离开你，然后老公天天跟你要钱，在我们是女大学生的情况下。对，小城市熟人多是这样的，我是在小城市长大的。对啊，很有毒。重点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场所不太正规，真的不太正规。因为他们蹲下去的时候，就是走光很明显，他们好像完全不介意在我跟前走光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挺花里胡哨的。然后那次就让我对按摩有了个阴影。那我还那会儿我还不是小偶像呢，那会儿我是一个普通的。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某个剧组里面的这个什么，比如说编剧呀，或者说是导演助理啊这种小角色的女大学生而已。然后我跟你们说上一次啊，那身材好吗？朋友，我说句实话，我说句实话，我说句实话，就是说，我全程没怎么看，因为我觉得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那个衣服穿的不像是在走光。我对身材没有印象，但是对声音很有印象，因为他们的声音一直在重复。学习没有用，从小到大很少有人用长辈的声音跟我讲学习没有用，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小五现在换衣服看的都是什么人？相比之下，哎，奇怪，哎，奇怪，医院门诊按，是。然后跟你们说，上一次我跟青青去按的那个嘛，上一次我跟青青去按的那个，然后这次倒是没有说什么学习不好之类的事情。对，幸亏当时我三观已经形成了，真的是，我学都上了，我当时大学都上了2年了，我怎么可能因为他说上大学不行，我就说那不上了？那不可能的，对吧？然后我当时，然后上次跟青青去的时候，我笑得很开心。然后上次跟青青去按的时候，然后人家也是问我几岁，在哪工作，上学了嘛什么的，我说，我16。然后他说那什么呢？旁边那个呢？我说他18，这是我邻居家姐姐。然后，但这个人他比较聪明，这个阿姨她听出来一点。我说她是我邻家姐姐嘛，就感觉像是在跟旁边人暗示我们的人设一样。然后这个阿姨说：“哎，你不会骗我的吧？”我说：“哎呀，我不敢说嘛，我每次说了就要被问。”她说：“那你说呗，你说呗。”我说：“其实我14。
14啊，哎呦，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小五大还是加一大？加一大我是天，怪你没夹子音说，是怪我，我每次都乱说，我也是乱说，但是我没有这样扮演过上海人、广州人，因为我不会人家方言。对，然后我说其实我14，朋友们，如果你最开始跟他说过一个，他觉得自己识破了，然后你再说的时候，他就会相信你第二次说的是真话，懂了吧？然后，而且我也没化妆嘛，那天出去也没有化妆，反正就非常小，看上去非常小的样子，啊，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这么小啊，就出来啊，大半夜的，家长不担心啊？我说这不是姐姐带着我呢吗？然后何阳玲玲在那边趴着，他没有看我们，他也没有说话，但他肩膀一耸一耸的，我不知道他是被按的一怂一怂的，还是他在那憋笑憋的一怂一怂的。姐姐也不大，是啊，我还扮演过报社编辑、报官员、高校实验室助理，主要是而且何阳青青他这个名字，他太有辨识度了，我就不敢想象。你说万一我跟他聊天，我当时直接叫他何阳青青的话，他们要是听到了怎么办？对吧？对，所以在那天在按摩店，我都是这么叫他的。我说何阳玲玲，我说玲玲。我当时何阳，然后憋住了，我说青何阳玲玲，然后何阳青青报复我，何阳青青报复，因为我何阳两个字已经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何阳青青报复，何阳青青后来我被那个阿姨按的，然后啊啊的在那叫，然后我没有定性，何阳青青才是给我定性的。何阳青青说，何阳青青说浇花你不行啊，我说你叫我什么？他说五浇花，这就不行了吗？我不理解，其实我很喜欢你，知道吗？很喜欢什么？他是不是给你录音了？我怀疑他录了，我真的很怀疑他录了，因为他在他旁边笑的嘎嘎的。他说：“哎，吴不寒。”他说：“五浇花，你该不会是哭了吧？”因为我当时头朝下埋在那个床上面洞里，我说我没有。然后结果我刚说我没有，然后那个阿姨中气十足的把我小腿捞了起来，往后咔一个扳过，结果。无语凝噎，我真的无语凝噎啊！他真的很小学生，气死我了，哽住了。他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给我按的那个姐姐力气非常大，然后我不相信他力气很大，我说姐姐你放心，你就用你最重的劲儿来给我，我试试有多重。然后那个姐姐说是吗？然后就咔咔就下来了。然后我等一下，哎，不太行。嗯，但是何阳青青很喜欢，他很喜欢那种力气大的。然后他看我在这边被折磨的生不如死，他在那边嘎嘎笑，然后一边笑一边说：“阿姨，你把你工号告诉我，下次来了我就要点你。”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从来不记别人的工号的，但是这次我觉得你按的很好。”我没有问姐姐吃饭了吗？哎，对，我跟你讲，谢谢吴不寒的狗腿子的荧光棒，就是因为他比我先按完了嘛。不是他确实从来不记别人的工号。他确实不记别人的工号，然后就是他觉得他按的很好，所以要问他工号。他不是先按完了吗？他比我先按完，然后他看到我在那儿痛苦，然后他就过来。这个阿姨在按我的一条腿，他就开始按我的另外一条。我说用点力，何阳玲玲，你没吃饭。我好后悔，我挑衅了他。谢谢马可特城的巧克力，谢谢。我好后悔，我挑衅了他。因为他马上就松手了，他没有继续摁我，但他松手了就让我很慌张，因为松手了就意味着他有时间去拿手机录像录音了。我不知道我狼狈的那一面是不是被他记录了下来，因为我看不到，我的脸在洞里，我的脸一直埋在洞里。我说何阳玲玲你没吃饭吗？然后他嘎嘎嘎嘎笑着就走掉了，然后就开始旁边嘲笑我。谢谢1+2=3的荧光棒，谢谢。好后悔，但是下次还会继续。继续什么？不是，我跟你讲，就是最崩溃的是什么呢？最崩溃的是这个舞蹈班啊，我估计我是要长期上下去的。然后我跟何阳玲玲以后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闪现一下吧，安了小五，好晚安。嗯，下次继续挑衅，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吧。晚安，去某宝了。为什么今天晚上跟我争宠的是某宝？你们都宁愿去看淘宝，也不想在这里看韩宝。谢谢武汉的狗腿子的荧光棒，你下次要想办法赢过他。哼，我赢过，
但我不说。我赢过，但我不说。谢谢空有瓜的生日礼物。我跟大家不一样，我说早上好。哇，太早了，太透支了，太早了，太透支了。我好奇，但我不问。哇、哦。我喝口水，我会发出一些让妈粉很安心的声音，比如说听，是的，别喝水了，喝我，什么东西？真的。这个角度你又分喜欢，这个角度吗？为什么不太行？妈妈希望你喝热水。你怎么喝水声音和男人一样？男人是怎么喝水的？男人和女人喝水是不一样的吗？我们不都是用嘴吗？牛饮，我故意要喝很大的声音出来，这样子妈妈才能放心。我之前又不是没有过电台的时候，我说我真的喝了，我真的喝了两口，我发誓，我特别文雅的，我不想让声音被听到，因为。我不想让声音被大家听到嘛，因为我不想让我喝水的声音被听到，因为电台是催眠电台，对。然后我故意声音很小，拿得很远去喝了，喝完回来，然后妈粉在弹幕上质疑我，是不是没喝？是不是没喝？跟我们说喝了，是不是在骗我们？从那以后，我每次喝水，我就会说，我会做一个让妈粉安心的举动，然后把声音搞得很大很大。你看。真的，我的妈粉非常严格，是不是没喝？还在问？真的喝了，相信我。妈粉在担心孩子喝多了，不会的。一六在干嘛？可以问吗？可以问。一六在房间说了吗？他如果没说的话，我就不说了。不过也不是在干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情。这个女人刚刚被佳一叫去排练室了，每天要喝八杯水的。你查嗓子的报告出来了吗？啊，出来了，大家要看吗？大家要看吗？每天要喝八杯水的，对的。不看。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应该什么都见识见识？你们难道不想见识见识我光滑平整的喉咙吗？他不是前面才排练完吗？二三三，然后分享了笔筒啊。那我不晓得了就。他刚才问我有没有笔筒呢，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我说我在用着。他说在用着，还说看不到啊，啊有片子。我周一从上海飞回家被强制核酸了啊，这样。我寻思也看不懂啊，真的真的很光滑，我跟你们说。真的真的很光滑，不用了，太客气了，别担心，妈妈，你注意啊，放心，我会注意的，放心放心。上海市医疗机构门诊急救诊就医记录册。门诊疾病历处方笺，然后还有这个，别害怕，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喉咙。为了让妈粉放心，我跟你们就念一下吧，因为这个喉咙看上去它实在是有一点点的红。对，就是说，给大家晃一眼啊，这个喉咙图像，图像是这个样子的，对。然后结论是这样的。内镜所见，鼻翼顶后壁、双眼影窝、咽鼓管隆突及咽口表面光滑，听见了吗？光滑，朋友们，光滑，未见新生物啊，没有长出东西来。然后舌根淋巴组织增生，这个没问题吧？然后双侧声带无充血，
游离园，光滑，光滑，听到了吗？光滑，声带运动正常，声门下黏膜略充血肿胀，声门闭合时有裂隙。其他什么会厌，会厌骨，什么会厌皱壁，什么视带，什么勺区，什么声门下，咽喉后壁，双离状窝，环后区等黏膜光滑，光滑，听见了吗？三个光滑，三个光滑，鼓掌。肺部纹理太多，这个原因，三个光滑，三个光滑，但是我不理解，都这么光滑了，我不理解啊。最后这个诊断结果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明白，我都这么光滑了，我都得咽喉炎，那其他人呢？对不对？好，没有拉踩的意思啊。然后医生给我开了处方笺，说应该服用金嗓散结胶囊，口服一天两次，每次三粒，没了。给我开了18粒五盒，然后我看了一下，18粒五盒，一共18粒，然后一颗10块钱，一共180。我寻思了一下，医生说我就是话说的多了点，那就算了，我就不开了，然后就回来了。嗯，为什么很多人都有慢性咽炎呀？对，可能跟饮食习惯有问题，也可能跟我说的话真的说太多了有关系。因为当时医生就跟我说，你少说点话吧，少说点话可能会好一点，好快一点。对，然后他说你什么职业的，然后我寻思了半天，我说公演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挺还挺敏感的啊，毕竟我们公司很红嘛。对，然后说这个就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我就说直播，然后他说啊，那这你就，他满脸都是你自求多福吧的表情，你就自求多福吧的表情。我也有，医生也说我话太多，其实还好啊。我张着嘴，我不就是得跟大家交流吗？谢谢0123大科学家的奶茶，谢谢。我就说啊，我说相声的，我这个，鄙人不才，德云社第这个什么99代这个单传，对，派我来上海这边开拓开拓市场，看一看这个女子国学相声这一块怎么发展一下。主要是谢谢窗帘的奶茶，对对对，你就一跑火车的，对对对对对，我爹是跑卡车的，哎，我爷爷呢跑马车的，那个时候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后来我爸爸去跑卡车，那个时候卡车很小，驾驶室只能坐下他和我妈。再后来我跑火车，我的火车很长很快，能坐很多很多人，专业，太专业了。你的火车可以装下全团，了不起。我现在就在满嘴跑火车，交通运输也了不起。你是不是甘肃人？我是在甘肃长大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对，牛啊牛啊，什么牛啊牛啊，跑火车没什么牛的啦，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跑上航空母舰，为国争光。新甘肃人啊，爸妈三线建设时候的吧，我不算三线建设时候的吧，从小饱经风沙是真的。谢谢韩宝爱我的奶茶，谢谢。先去洗澡敷面膜了，一会儿见。好爸，我不是甘肃人，我是在甘肃长大的山西人，然后在重庆上了3年学，所以来上海之前是在重庆常待的，饮食习惯随甘肃，但是又喜欢吃山西的面，最后也能吃重庆的辣。嗯，是这个样子的。跑403飞船就好，都已经开上星际战舰了还想着航母吗？这不太一样，山西人吧，冲你口音比较正常。
我没有口音，因为我们在部队的时候说的都是普通话，大家不会说那个什么，对，大家不会说方言的，说方言大家就没法沟通呀，对吧？这个东西。谢谢春生君的奶茶哈，not，怎么有人开始？这是山西方言吗？东北口音，还拿身份证说自己四川人，好厉害哦！握手会真的要喝醋啊？嗯，我在思考，我在思考，要不就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我干了，你们随意。山西汾酒的口号，嗯。我应该了解吗？如果我不应该了解的话，我就装作我不了解的样子。损 sir 是东北方言，那四川方言是什么？对瓶吹就算了吧，这太不符合少女偶像的感觉了。我到时候跟你们握手，吹瓶半分钟，补口红半分钟。等我想要坐下来好好跟你讲讲话的时候，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戴只围巾。二叔，你说衣服没到，握手会咋办呢？谁的衣服没到？我的吗？我的确实还没到，也不知道能不能到。本来想赶双十一的优惠买的，但是要在握手会之前嘛，所以就提前买了。你这个毛巾看起来像玉米，胡说，怎么会像玉米？是不是饿了？是不是饿了？承认吧，看着像玉米的就是饿了。这么看就不像玉米了吧？醋不能喝，刷白血球，啊，那完蛋了，那我身体里估计都是红的，我还行，好，我喝水就行了。这是玩吃还多宝，像玉米肠，棉花糖，对，像棉花糖，闽南语叫蓬松，是这么念吗？小五好贤惠啊，哎，在你们心里是不是觉得织围巾就代表贤惠？会织围巾是代表贤惠的感觉吗？啊，跑火车等于碰风。买了点啤酒去跟我干杯，去凡间红楼斗酒，这是哪个里面的词来着？好像是李白的，是李白的吧？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想象，是不是这么唱的？刚刚看以为是玉米，好像啊，狗玉米，不准叫我狗玉米，太生气了！狗玉米这个梗，好不容易这段时间没有人刷，现在又蹦出来了，又蹦出来了。对哦，那天小鱼还在说想吃我去年冬天给他炒的那个面，然后炒的拿我妈给我寄的肉肠，然后切丁炒的肠面。问我妈今年的肠寄过来没有？我今天还晚上打电话问了问妈妈，妈妈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寄过来。狗玉米是什么意思？狗玉米是这样子的，我爸喜欢叫我狗蛋儿，我妈喜欢叫我甜玉米。然后我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了之后，就得到了大家无情的嘲笑。从某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经常喜欢叫我"狗玉米"。对，这先，你看，开始了，又开始了，我就知道这个梗科普不得，每科普一次就会有人又入这个坑，然后就开始又讲。织围巾都不用针了，嗯，科技进步很快呢。谪仙是谪啊，是谪啊，不是这啊。贬谪的谪吗？嗯，甜玉米你是很甜，但为什么叫玉米？那就得问我妈了，得看看我妈是怎么想的。你语文不行啊？是啊，我语文很糟糕了，我学习很不行的，我学习就很惨，就是因为学习不行，然后我妈才说你实在不行就去凑合凑合当个偶像吧。我们这祖孙就是你，咱们家的这个基也不能毁在你手里，你得有个正经的营生。实在不行就去当偶像吧。谢谢董大师的荧光棒，谢谢。嗯，我说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偶像是个神圣的职业，那也不是什么人都当得的。我妈说，你要没去当过，你怎么知道自己当不了？在我妈的鼓励之下，你们写的不信你个鬼。嗯。我父母都赞成我当偶像，也没有吧。我妈至今以为我是以当偶像为，我是以留在上海为目的进行的当偶像的权宜之计，但是我不是。
刚刚看六周年，真的变好多，变漂亮了，妈妈开心。哇，在看六周年吗？我最近好想去回顾一下，因为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然后有一点我的镜头，我有一阵子还挺喜欢去不断的回看的。老五还让我去马戏团，哇，我跟你讲，我爸想发朗诵，在超话，在思考什么时候删除朗诵，为什么发要删除？我爸最那什么的，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初一上初一的时候，他真的有一段时间非常认真的考虑过要送我去河南塔沟武校。他说他的战友在那块儿，会对我进行专业且严格的训练，塔沟武校必不会叫你遇见香消，大概是这个意思。塔沟武校哪里好了？因为感觉难顶，所以需要删除。难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难顶我一直不太理解。难顶是说觉得尴尬，还是什么意思呀？你是个好苗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瓜也不是花，而是苗的原因。对啊，塔沟武校就是那种哈护哈护的那种，对。还在钩针。如果觉得送朋友去阳性太残忍了，可以送他去塔沟武校。原来我爸是打的这个主意，太可怕了。对，塔沟武校是挺有名的。哎，要是我上过塔沟武校的话，我现在也是上过几次春晚的人了。武校出来，女打星进入娱乐圈，双向剧本，太厉害了！笔给你，你来写，来，笔给你。笔给你，你写吧。你看这个笔怎么样？这钩针像峨眉刺。峨眉刺是直的，峨眉刺是直的啦。然后这样子绑着，唰唰唰。不过确实感觉很像。塔沟是在河南吧？应该是在河南。你就是，你是弯的？什么？我是弯的？是在跟这个东西说话吗？它确实是弯的，没错。如果说它的话，它确实是弯的。塔沟在嵩山脚下，嵩山少林寺是吧？你还是不要懂了比较好，做个单纯的孩子。这比弯的佛，就比如公演韩剧 CNO，然后靠播音主持音武博涵，这就是难顶，这是难顶。我还以为这是整活，我还以为这是整活。可能我没太 get 到，少林寺太商业化了，感觉现在不商业化的东西很少了耶，对对，确实不商业化的东西挺少的。你这个织了多少了？我这个织了，我觉得有三分之一了，哦，四分之一，对不起。想删再删，对呀，不要因为你觉得最后要删，你就最开始不发，那对文字来说也是种辜负。要织给谁？织给403号呀，这个是过冬的物资哦，大家的围巾。为徐敬业讨武，这个字我当时还专门查过，我记得这是武则天自己造的一个字吧？是念武空吗？我忘了，武曌，武曌，能要求你亲手戴上吗？可以啊，是来握手会的话，当然可以了。武曌，日月当空，对，武曌，当时专门去查了，我觉得这个字真牛。奶茶果然是他提前自己造的，谢谢君谦的奶茶，谢谢。这里有三本套古代汉语，下次免费送你了。朋友们不能对我这个有太多，我妈肯定很开心。我妈没有寻思到我进了团之后还能免费收到书，还可以读书。那你要是765条啊，这么多，765乘以4030。
我的脑子可能会宕机哦。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1230，谢谢3255的荧光棒，好久不见。1230244，1230什么什么什么1230来着？我有点忘了。喉咙好一点了，好久不见。对，我觉得喉咙好一点了。我其实就是不能短时间内太频繁的去讲话，如果一段时间休息的话就好了。啊，是1230，谢谢0123大科学家的奶茶，谢谢。1230。1230，1230，这里是围巾，不是毛巾，不是毛巾。那以后可以默剧直播，那对我的个人表演水平要求还挺高的。可以搓澡是什么意思？怎么老是玩那个小东西？怎么老是玩这个小东西？不是在玩哦，这是在编织。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昨天出去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我以后你们这个冬天见到的我，可能都只能见到我的头，因为我一直在低着头。对，一直在低着头，织这个东西。什么？谢谢韩宝爱我的奶茶，谢谢。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投进去，给你试试，笑死我了。好，感谢沈氏，是不是有人骂你了？可能不知道是谁骂的，还是你关心的人受伤了？电视剧是这样演的，然后就有感应是吧？拽一拽，这样子会松一点，织起来就不会太难过。我先提前跟大家说好哦，我的针脚啊，真的很凌乱，很杂乱。因为现在远看你觉得很整齐，但实际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凌乱。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不能抱太多期待，嗯。看电视去了，886886，越来越漂亮了，我的小五，有被夸到。新手机需要融洽一些，你给它上一个壳，它就会老实了。还像某个前辈，像哪个前辈？让我来听听大家又在外面帮我碰瓷了谁。上一个我朋友约会的手机壳，对哦，真的很好看，那个手机壳设计真的很漂亮，很推荐。洗一次之后，两边一直拉，然后卡住就可以了。嗯，这是说什么呢？OK，你编好了，把它摁下去。毛巾，我有发言权，收过很多毛巾啊，不，围巾。那你一定还挺受人欢迎的，羡慕收过很多毛巾，还收过围巾啊，这个要讲清楚哦。围巾的话，可比毛巾可能要耗心力多了，对。羡慕围巾多到当毛巾用的，围巾多到当毛巾用，神奇了。围巾怎么当毛巾用呢？围巾这个东西它很厚啊，而且不容易干。这么厚的布料，如果湿水可能不容易干哦。如果是冰条线织的话，确实真的不容易干。
看你室友慢性咽炎吧，快喝水，妈粉开始催了。好了，谢谢动如身语上的巧克力，谢谢。女同学上晚自用针织的，毕业的时候给我的。谢谢桑尼五二五的奶茶，谢谢。说到这个女同学晚自习织这个事情啊，我晚自习，我高中的时候晚自习也给人织过围巾。隔壁班的那个男生，跟他一起玩的他那一圈兄弟都有围巾了。都收到过围巾了，他没收到过。然后他给我钱，让我帮他去买毛线，然后帮他织，然后织一个。然后我织了，没织成，我没那个耐心，钱也收了，最后没交货。多少钱？30块钱，30块钱好像。谢谢刘白。BLANK 的玫瑰花，谢谢。哎，不厚道，那没办法。是，当时是相当不厚道，是相当不厚道。当时这个事情，主要大家都是兄弟嘛。后来我估计他也是慢慢想明白了，这个事情，就是围巾这个东西吧，这样也没有意思。如果不是就是一个女孩子愿意送给他的话，他这拿钱买来的围巾也挺没意思的。他估计后来就不提这事儿了。你不会打算故技重施吧？啊，什么故技重施？怀疑了起来，怀疑什么？读书的时候有幸收到过3条女孩子织的围巾，你这话说的真让人想揪你的小尾巴。就是说你织不完呀？怎么说呢？那会儿是觉得织着织着很烦了，不想织了，然后就扔那儿了。现在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的。因为现在做起来让我烦的事情多了，我成长了，你们知道吗？成长就是慢慢学会让自己做很多当时决做的时候觉得不能够容忍其烦躁的事情，但是如果仔细做下来之后就会觉得心很静。现在对我来说做围巾是一种修行的感觉吧，类似于这样。这个房间已经看不下去了，这个直播间现在是有点问题，这五环我是看不了了。你们在干什么？我前任说要把之前织打算给我的围巾当我明年生日礼物。你们在破什么房呀？你们在因为什么破房？现在是在什么？谁有5环的围巾了？你们现在谁手里也没有啊？现在只有一条就在我这里，我把它围在我脖子上，你们都没有。那你们在破什么房呀？因为展寒破房。展寒怎么了？他怎么了？他不稀罕我的围巾还是什么？展寒晒什么了？展寒晒太阳了吗？封面换了呀。对的，一群女生送礼物。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此刻跟你对面发弹幕的这个人，他收到过很多女生礼物的这个人，他跟你们一起生活在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国家，在更多的选择当中只能选择一个，对他来说他要经历更多的放弃，这有什么好难受的？你们从来都珍惜得到，而他却要被迫经历很多放弃和抉择，他的人生其实比大家想的要难过一些呢，对吧？谢谢 K.1 的荧光棒。而我甚至没有可以选择的。哎，你们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我跟你们讲，听过一个故事吗？就是说，当一个酒店里面只放着2种果酱的时候，来吃饭的每一个人都会很快的选择自己想吃的那一种。但如果这一排放着30个果酱的话，就会发现大家很多人就会徘徊很久，耽误吃饭的时间。谢谢十年王者443的奶茶，谢谢。如果说你们大家的人生啊是修得好漂漂，修得非常漂漂亮亮，在合适的时间有合适的道路，有合适的景色的那种美妙的公园，展寒啊，这个他的道路啊，他的道路
就是迷宫，就是荒野，就到处都是选择，到处都是岔路，懂了吧？就是说，大家的人生各有各的风景，那他的人生也各有各的艰辛，他的选择太多了，太累了，很受影响的，这样的苦痛，我们为什么要承担呢？对不对？剧场门口有条河，建议下次把它扔下去。现在真的有条河吗？以上言论不针对这个"斩韩杠白骨不回的花开"这位朋友，仅针对这个汉字"斩韩"两个汉字"斩韩"。对对对对，就这样。多希望承担苦痛的是我。不会的，朋友们，哇，真的，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要做的选择，哼，可比他多多了。我替你们出来凡尔赛他。我从小到大要做的选择可比他多多了，真的。因为我最有名的一句话，我高中的时候很有名的一句话，是我跟一个就周围的朋友们讲吧。我跟周围的朋友们讲嘛，我说从小到大。这话讲起来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讲出来的。我说从小到大暗恋我的有50多个人，明确的跟我表白的有30多个人，要是我每一个都答应，那今天还不得累死我？是吧？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讲出这句话的。暗恋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谢谢狗腿子的荧光棒，谢谢狗腿子的荧光棒。暗恋我的时候，这里排到了法国，但是我何德何能看到你的这条公园？不是这样，你们听我解释。谢谢武汉的狗腿子的荧光棒，不是渣女。谢谢狗腿子的荧光棒。哎，有人开始烦我了，有人说，哎，你还数得过来？我光数多少就得累死。谢谢柯基的荧光棒，谢谢柯基的荧光棒。有些说咱换个话题吧，单身狗被晒死的人，唉，我就不想说了。有些人怎么说呢？明明已经过上了非常幸福、非常两人一屋、三餐四季、两猫一孩的那种生活，他却非要在这个地方，对吧？就一定要在弹幕上面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哎，有些人真过分。有些人你要撞就不要怪我，揭穿你，要读法国。直男一辈子都不敢想的话吧，幸亏被叫的这么清楚的。新梦剧院门口那条小河叫鱼金铺，汇入黄浦江啊。那你为啥把30个都拒绝了？不是30个，就这50多个。当然，你也可以去到塞纳河。不是，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啊，反正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给人带来的刺激感，可能类似于刷抖音，短时间内立刻答应我们成为恋人，然后以此来获得一种精神上面的需求和满足，是一种像是刷抖音，然后这一个视频给你带来很多快乐，然后下一个视频带来很多快乐，这样子短平快，但是不能让你深入的去和自己沟通和交流的这种感觉，就是能理解我那种感觉吗？我知道这个比方不是很合适啦，就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刷抖音被称为"奶头乐"，我不是很渣，哎，朋友们，渣是不答应，渣是答应了抛弃，我是根本从来头到尾没有给过人家幻想，好吗？我从头到尾都没给过人家幻想。刷抖音被称为"奶头乐"，因为它的原理就是通过连接不。接连不断的这种短视频，给予你短平快的刺激，让你不断的成为那种立刻就可以获取的微小的快乐当中，然后呢，就会时间花在这上面，你自然就会在那些需要投入更多时间来获取长线的快乐的事情上面，就投入更少的时间，对，信了缘真的行。刷抖音刷到漂亮姐姐都没产一个小时，
不如看小五直播，早就把抖音卸载了。对，因为莫名其妙只想刷两条，然后两个小时就没了。谈恋爱也是这样，你说实话吧，你说实话吧，我跟你们讲，你们难道没有觉得谈恋爱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吗？对吧？你们难道没有觉得谈恋爱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吗？就是一旦跟一个人绑定在一起了，你的时间就不是你自己的了，他做什么你也得做什么，你做什么他也得做什么，两个人时时刻刻黏在一起，然后就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春夏秋冬，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没谈过恋爱也应该明白是这个样子啊。没谈过恋爱没看过猪跑吗？没谈过恋爱没看过猪跑吗？我都看过猪跑。你这个言论一般指的是结婚，放我不害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嗯，这么说吧，你放，可是你如果跟好像当猪看直播也一样，但是看我不害的直播你会知道红楼梦，你会知道这个，你会知道这个三国演义，然后你会知道毛巾有什么新鲜的办法可以织，然后你会知道恋爱没什么好谈的。但是如果你去谈恋爱，你只会觉得恋爱真好谈，我不想知道什么红楼梦三国演义，我只想跟这个人永远在一起。但事实上所有说了永远的都不可能真的永远，而只有吴国涵这个签了约定而且决定遵守的人会真的在这个地方，对吧？谈恋爱可能也会谈红楼梦的，所以要多看我关直播。如果你真的谈恋爱遇到一个要跟你谈红楼梦的，谢谢本白已经超时的巧克力。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一个，你真的遇到了一个想跟你谈红楼梦的对象，你可你没有听过我关的直播，你没有看过红楼梦，你就会被甩。所以没有对象的时候要多看我关的直播，就是什么这样子，到时候不管对方是什么话题都能接得住，对吧？有人在刷歌词，我看到歌词了。你知道肖斯塔科维奇吗？愿闻其详。我知道《红楼梦》还需要看小五直播吗？嗯，不需要。但是你总有不知道的事情，你总有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你为了看我，你看我直播不是为了看那些不知道的事情，你并不觉得那些不知道的事情你有必要知道，你只是觉得这些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是吴国涵来讲的话，你很愿意知道，这是你看这个直播的原因。那万一我读了《红楼梦》，别人谈了莎士比亚呢？那说明你们不合适。那说明你们不合适，吹，立刻吹！天下何处无芳草？嗯，今天收获了50多个人暗恋小五，真的很绕啊，朋友们。我就说，我知道这个话怎么肯定有人刚我了，我就知道这句话怎么肯定有人刚我了，不准刚我。嗯，不准刚我，就是说。谢谢牛奶小布丁的玫瑰花，谢谢牛奶小布丁的玫瑰花，谢谢狗腿子的荧光棒。什么何德何能看你跳公演？啥东西啊？谢谢狗腿子的荧光棒，谢谢牛小布丁的玫瑰花，谢谢卡香的奶茶。谢谢大家，好困哦，还有49分钟，我该怎么办？好问题。谢谢福禄田的荧光棒，谢谢谢谢。我们得一起熬过这艰难的时间。我想加入组织，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小我很冷静，放心吧，我很冷静。果然，吴国涵直播间有助眠效果，我也觉得。
要不加入光荣的共青团组织吧。是外力现实。为你写诗，为你起居，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去补一下上次公演了。上次那个封面是不是我？是我，我承认了吧，就是我。这个、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它这么长，这比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应该长一点，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人间喷泉，为你我学会谈及现实。为你失去理智。谢谢深陷淋浴的十个荧光棒，谢谢。这个真的好厚哦，这个围巾。准备织多长？准备织多长呢？被织能绕脖子一圈的这种长度就可以吧。好。今天长大了，什么长大了？围巾这玩意儿可不兴奋节啊，朋友，围巾这玩意儿可不兴奋节。不，可能不是50个兄弟，这50个也未必全都是兄弟，里面也有一些姐妹了，倒是，也有一些曾经是兄弟，后来就变成了姐妹。什么叫连女的我都不放过？这怪我吗？那是奇怪啊，细说怎么变的？就是后来发现，就是后来再后来，就是是在后来发现人家他就是在后来发现那位大兄弟谈了男朋友，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没去泰国，他直接谈了个男朋友，是通过 QQ 空间看到的，因为后来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对，很久之后了。我有什么牛逼的？说的好像是我让他去，我说的好像是因为。这个，因为我没答应人家跟男的谈了一样，这是这。大家与我无关啊，与我无关，我不负责，我不负任何责任。这个事情上人人平等，而且我无关，不负任何责任。但总感觉你是男女通吃。男女通吃什么意思？就是男生也会喜欢，女生也会喜欢的类型，这个意思吗？没想到我就还有惊人的发现。确实啊，你看我周围的女孩子都很喜欢我，然后周围没有男孩子，但是弹幕上的男孩子看上去也挺喜欢我的，不然他们不可能来看我直播，对吧？所以确实看这个结论，我是男女通吃的。不管是面前坐着男生还是坐着女生，我通通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就这个意思。谢谢1+2=3的荧光棒，谢谢。哪些女孩子喜欢我啊？我周围的女孩子都很喜欢我的。我们天天一起玩，对吧？加一小柳，然后，小鱼。我周围的女孩子都很喜欢我的，都很喜欢跟我一起玩，因为我会跟他们抓蟑螂。
这样子我也能啊。都暗恋我，我说的喜欢不是那种喜欢，朋友们，我只会可以带沙拉去和小伙伴们吃吗？我可以吃沙拉，因为我平时吃。不过朋友们就说疫情防控的原因啊，疫情防控的原则基础上，可能只能让大家和我分享一些醋啊之类的东西，保证不会出错，尽量对。好喝醋，下次不要用胶带贴什么贴蟑螂了。不，主要它那个位置我也伸不进去手，只能用胶带贴，结果它就跑了。飞天蟑螂能抓吗？那可能不太行。去广东的话，他们就不喜欢我了。对，所以我要留在上海。我只会带一箱醋。超级大的蟑螂能抓吗？超级大是多大呀？对，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醋当消毒水用，冬天才在教室里。广东蟑螂是道菜，这么可怕。广东人，广东人太可怕了。久仰大名广东人，差不多一根手指长。嗯，杀了我吧。好暖啊！嗯，开空调了。不热吗？还行啊，你说了暖和嘛。你看他穿的短袖。广东人，这福建人，人在福建被蟑螂咬过，老痛了。蟑螂咬过会不会要打针啊什么的呀？感觉很危险。那你而广东都会叫靓女。什么？我也不行吧。我。什么？没什么。拍不到，拍不到，声音拍不到，去吧。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王一柳的睡衣，王一柳的睡衣什么颜色？对，就这个颜色。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王一柳的头发，王一柳的头发呢就是这个样子。对，很明显吧？你看，对，这是王一柳的头发缝，对，能看到吧？就在这个地方，哎，这个头发缝是不是？能看到我头皮吗？能看到吧？啊，你不知道自己。今天佳怡摸了摸我的头发，又摸了摸他的。你头发怎么这么薄？双十一买什么了？还没有买呢。但是双十一要抢东西吗？对，要抢东西。我们就是回来抢东西。对啊，我们排练都排了一半，中场休息。有什么可以抢的东西啊？衣服很多，衣服呀，睡衣呀。你的被子呢？被子到了，在楼下，我要把它换上来。双十一要给下周过生日的朋友买生日礼物，嗯，可以。双十一可以给和一六像泡泡子和泡妹，不和我像那个表情包的，不是王一柳，是于佳慧。啊？什么东西啊？不是王一柳，是于佳慧了。啊，就那个什么泡泡，屁屁，哪个？大家看一下王一柳的脸。大家看一下王一柳的脸，在这个地方。我电源把他认成你了，建议你俩拍一下，拍一下。生气了吗？他什么生气了吗？生气。不要玩梗，不要玩梗，禁止玩梗。我生气吗？就是他们两个。嗯，生气了吗？没有。生气了吗？没有。生气了吗？没有。你这也太多了吧，道道。好酸啊，刚刚。你为什么知道的？这样会很有感觉。我不懂。我也不了解你。顿时他就变成了石不清的。电源认错人了，可还行。你俩的是一六和加一，是的。有点酸吗？我天啊！加点水进去。我爸的小孩。去你！对，这个织毛衣的织毛衣，但不是织毛衣，这织围巾，这织围巾东西感觉挺方便的。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台湾腔啊？不是那里更马上，你鼻子好了是不是？没有啊，你看嘛，比昨天好点了，喉咙不痛了。
我昨天猛的话叫我，我昨天看我不还一开始跟我的聊天记录，他说要陪我豪宅了，现在都没陪我。豪宅？嗯，你之前拍了拍我的豪宅，然后我再拍他。啊、好早了。对，我就昨天都看了一遍，跟大家都看了。昨天晚上睡不着，在做这件事，把我做着我的毛线了。摔了胳膊，你滑板还看直播呀？专心专心滑板。那天迪士尼烟花下核酸有你吗？那是什么？我没去迪士尼，我至今没去过，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起来了吗？你起来了吗？11:23那我们播到11:30结束好了，因为大家也要去抢东西。我理解，没关系，这个晚上我不是你们的独宠，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了。嗯，核酸没有我，你就是累了想下班了，呵呵。对啊，因为今天是很累，今天我本来就是不太方便的时候，然后不太方便的日子，然后下午和晚上跳了舞，训练完了，现在确实有点累。没事，想说实话就说实话嘛，在我这里什么实话都可以说的，我已经被实话这件事情淬炼的百毒不侵了。早点睡哦。好的，多喝热水哈。嗯哼，封面少见是非常正经的表情，看起来是公式照呢，没错哦。因为累所以太温柔了，还是想那天比较严的我。不管是严的我还是温柔的我都是我，不准只看着我开花的样子，你也必须得关注到我泥泞不堪的坑。这叫什么？这叫任性。不，这叫抖音文案。哼，就是要踩人的那次。想被踩可以啊，十字好来，我继续踩。感觉平时你都蛮搞怪的，不是特别严肃的表情。是的，然后所以我有一天公演后台的时候，我当时状态很荡，然后林佳怡说我不还，原来你还会露出这么凶的表情。我其实不是凶，只是不说话，我只是在那块待着不说话。但是如果我心情不是很糟糕的情况下，我就算正常我也做不出那样的表情来。他说反正那天我很凶，看上去从来没见我那么凶过。来吧，展示展示不出来，我又没有坏情绪，今天吃累了，但又不是坏情绪。放心，没钱去上海了，已经疫情来上海的话就更要小心才对。嗯，你为啥说上次公演状态不好？因为我能感觉到状态不好，我感觉自己还是感觉挺明显的。回去直接专车送去隔离，屏幕前看感觉挺好的嘛。嗯，但是我的表现不是只能有屏幕前的大家会看到的，我自己而言，其实不是屏幕上好就真的好，我觉得在屏幕看不到的地方我也很好，对我来说才是真的好吧。所以我心里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我还是要自己跟自己讲一下的。谢谢你的小布丁的巧克力。因为大家都在夸我，所以我自己如果不对自己警醒一点的话，就很容易飘起来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飘起来的人啊。谢谢漫天星辰的奶茶，谢谢武汉的狗腿子的巧克力，谢谢。谢谢鸡腿的玫瑰花。当偶像就是这点好吧。因为不用自己夸自己，大家都屏幕前看大家头都很大。谢谢乐乐学医秃头印的玫瑰花。就是因为大家会夸我，我不用自己夸自己，不用担心自己自信不足什么的，在这里只要被爱的足够久，自信就会被补足上来。所以要做的反而就是好好的让自己努力，然后去警醒自己就可以了，也挺好的，不用一直陷在那种不上不下的沉沦状态里，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也是蛮幸运的事情啦。
换了塞纳河，发现女孩子都好优秀，好温柔善良。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各有各的优秀善良温柔之处。会看到我们这里优秀温柔善良，是因为这里有一种滤镜聚焦放大一样的功能，会把好的那面放大出来给大家看。生活当中永远都是好人更多，虽然我们更容易被坏的事情去吸引注意力，但是那些好的东西一直在默默发光，这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嘛，对吧？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了那些很糟糕啊、负面的情绪啊、新闻啊，就觉得啊，这个世界怎么能这样？太糟糕了！这不是我想生活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你看到的是幸存者偏差，美好的东西，因为不像是坏的东西那么产生剧烈的情绪漩涡，所以没容易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它也应该被你注意到。你要自己平衡好自己生活当中它们存在的比例。对，大概这样的感觉吧。谢谢吴不寒的狗腿子的荧光棒，谢谢好耶的99个荧光棒，哇，谢谢，谢谢1+2=3的沈梦瑶夸你棒，谢谢，谢谢好耶的99个荧光棒，谢谢好耶，好可爱这个 ID。嗯，谢谢。11:30了，说完了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大家，吴不寒不要走，开始啦！我每次你们开始的这么熟悉，我就都会觉得。你们该不会在别人那块也推拉吧？禅月寺和果妹妹哦，照给前辈的表情包。不要走，快来长沙玩，妈妈舍不得。妈妈，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才播了10个多小时就要下播吗？为什么夸我？为什么夸我？我可没播到10个多小时哦。今晚还是要熬夜的嘛？那不确定，我会尽量不熬的。对，但是翻牌什么的也想尽快回。我反正就是会平衡一下啦，尽量。你还有任务吗？有的哟。身体不舒服，早点休息。好。天亮了要回来，好。更新天亮了会回来的。那如果我天不亮了会回来，会被打出去吗？如果我天不亮了就回来，会被打出去吗？下次去上海一定看公演，一定要来，去尝试很有趣的地方。会哦，啊，这样子，那我很担心哎，那我很担心哎，还推拉吗？现在推拉吧，11买东西吗？有袜子要买，袜子和化妆品的尾款单要付。你好机车哎，我没有吧，明明就舍不得我，你们表机车啊。可能不会，但你有可能会进不了门。怎么口音还变了？很神奇吧？好，我把最后这么几针织完哦。谢谢大家陪着我，我真心的很快乐。不要这样子嘛，不要这样子，是不要拿纸啊。这样讲我很难领会到你的意思哎。感觉这个围巾在逐渐成型了。对，今天直播新织的应该是这么一件吧，这么一件网上是直播的时候新织的。好，那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提醒你们好好看看双十一有什么要买的，然后附近有没有什么亲人啊好友要过节或者过生日的该送的东西，这次也可以一起买送一下，对吧？开心一点。
我也好好照顾自己的，你们也好好照顾自己。谢谢快乐老林间的夜蝶，谢谢。大不能叠子，好，拜拜，大家都早点休息吧，我也尽量早。晚安，早睡，好，拜拜啦。晚安，拜拜啦，武汉会走的，但是武汉还是会回来的，所以四舍五入武汉还没有离开过。晚安晚安，拜拜啦，拜拜，晚安，拜拜，爹爹。